因为喊口号真的没有用，喊口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啊，是啊，希望你施政也是秉持的这个方式啊。啊，对于中央的这些跟你的立场有违背的，也希望你好好的跟中央的沟通一下，不要这样变来变去，我们台北市真的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好不好？那核灾的应变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地方，这些措施，比如包括我们医院的这边，哦，这个还是都没有办法，但是还是得开始准备吧。啊，市长可以吗？没有办法准备。没办法准备啊，你看嘛。